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没有看到熊猫配色了？这个非常好看的一台 Mate 60 Pro， 128摄像头，看到了吗？然后还有一个三明治银色的后盖，整个机器上手很轻盈，挺漂亮的。我们看一下这台 Mate 60 Pro， 哇，屏幕很流畅呢。你看它跟老款的都不一样，老款是有弧度的。你电拿这个，你看它的像头，老款的像头是在这里的，这台呢像头是在这里，三个孔，非常 nice 啊。你看这里这拍照更加满意了，来看一下。嗯，灯光它自动会识别的，看一下，简单套个袋子，哇，一拍，这颜色是不是漂亮了？漂亮了很多。Mate 60 Pro 呢，它增加了很多新颖的功能，卫星通话，还有这些昆仑玻璃就是比较耐刮划痕，这机子你看一点划痕都没有，就是没有划痕的。这台机器在二手市场居然被我看到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孔是加密通话的哦，你看你靠近耳朵的时候你在接电话，它就是会给你加一点，挺好的，挺流畅的。这机器我们拿回去深度测试，它的卡槽就在下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充电器，然后这个是听筒，就是播放声音的一个喇叭啊，就这样。Mate 60 Pro， 整个机器完美。